三小出发，男子二十五岁组一百公尺计时决赛，颁奖金牌签现在颁发，男子七十五岁五千公尺获奖的前两名选手，我们恭喜杨理事长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首先颁发第二名长曼方次郎，成绩28分3秒52；第一名宜兰长青蔡文二，成绩28分1秒79。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两位选手，也谢谢杨理事长为我们颁奖。12秒，1128，我看你应该12秒2。啊，等一下，一有证啊，一有证，对啊，啊等一下，老板跟你小梁，老板。